OK， 同学们现在玩，有没有拿出这本英文课本出来？然后呢，我们翻开第四页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写上日期 ，OK， 今天的日期。然后呢，来，我们就要读这个，这个呢是 consonant C，consonant C， 然后这个叫卡汽车，卡汽车。然后呢，我们读 a new car， a new car， 一辆新的车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下面。他说呢 ，which two car are the same？ 哪两辆汽车呢是一样的？我们就跟它圈起来，所以是这一个跟这一个。汽车，我们跟它圈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呢就要写上 C， 哎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翻开第五页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我们要写上日期，要 write date。然后呢，我们正在读这个是 consonant D， consonant D， 这个叫 door， door 门。OK， 然后我们读这边 a wooden door， a wooden door， 这个是那个木门。OK， 然后呢，它下面呢要你。Which two doors are the same? Circle them. 两个门呢还是一样的，我们要跟它圈起来。OK， 好，来我们来看啊，这两个门呢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它都是青色的，这边旁边都是青色的，所以我们要跟它圈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写上 D， 这样就完成了。